欢迎大家收看3.10球迷 POE 小教室的应该是最后一集。那这一支呢，就是我们的4000字人格分裂冰语。哇，那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候才做？其实，也是我很抱歉啊，就是前阵子比较偷懒一点，没有做影片。那这支人物其实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。那最后，本来一开始是没有打算做这支影片的，但是看到下个版本的人格分裂的 nerf 之后呢，其实我就觉得这一支毕竟是我们这一季每位观众然后跟我一起，就是我们花了很多心血来做的这支人物嘛。那如果不做影片的话，其实有点可惜。那这次也是我相信应该下个版本冰雨应该是完全死去了，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一个冰点地狱的角色了，所以就算做个纪念吧。那这个大家就看看就好，千万不要模仿，好不好？这个不该，强烈建议不要模仿，因为第一它的造价很高，第二它会让你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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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累个，然后第三它下个版本基本上已经死去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就先打张图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好不好？4000字的力量究竟有多厉害呢？那就因为我们有4000字的关系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能量护盾有23000，而且我是没有开纪律的，我有开纪律的话，我记得可以到。我记得可以到25000左右，然后我如果还有一颗清晰的三项珠宝的话，我可以到接近快要30000的程度哦，非常非常多的 ES。好，那打图的话呢，其实相当简单，这是一张普通的牛头人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很希望我可以打一个100%瞻望的图给大家看，但是并不是我们打不过，是。我在打瞻望图的时候，如果我有开任何的实况或录影程式的话，它会lag到我的画面真的不会动。我尝试过很多次了，那我也很抱歉，碍于我的硬体设备的原因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打100%疯癫的影片呈现给大家看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在打一般图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，我们的4000字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冰雨的点伤实在是太高了，几乎没有怪物会挨得住超过1秒钟啦。那我们的电脑也是在尖叫啊，我们就是反正往前一直转，不会有任何活着的东西的，你放心。那基本上，因为我们有20000多的 ES， 再加上超级高的回血的关系，不是回血，吸 ES 的关系，所以其实要我们死掉好像也是蛮有难度的，所以玩起来有一种。你知道有一种就是因为你太强了，所以很孤独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奇遇老师的感觉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死，那你有时候画面很累个，你也看不到怪物怎么死，那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玩什么，那就就这样结束了一张地图。OK， 那其实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之后，应该会有一点基本上的 idea， 就是为什么人格分裂会被 nerf。人格分裂呢是这一个版本在瞻望版本出的一颗新的宝石。那它的属性呢其实是非常的随机的。那如果你一旦骰到正确的属性的话呢，再加上一点心理变态的天赋点法，然后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话呢，就会变成像现在你看到这个画面。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防御面。我们的防御面就只是很单纯很单纯的，我们的皮很厚，然后变成说我不太会被任何的伤害秒掉，然后来，所以才变成很硬的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就走到王房啦，我们就换一下集中效应。哎，我的雾怎么消了？啊，不管了，没关系啦，牛头人，嘿，秒杀！那我们一样，打个妮娜。OK， 呜，死去。没问题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玩起来算是相当相当愉悦的一个角色啦。那真的非常可惜，下一版本我们就看不到他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来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这支人物的背后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子。其实整支人物呢，就是干你妈插爆，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，干你妈插爆人格分裂，就这样。我们身上呢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好，人家13个比例，我们有11个脖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输他2个而已，也是很厉害了。总共身上11颗人格分裂，那我们的人格分裂找的属性呢，就是智慧加能量护盾。人格分裂的效果呢，就是他一旦
这颗宝石插的位置离你的整个天赋盘的起始位置越远的话，它的能力值加的越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起始位置是贵族这边，那我们非常的 gay 掰，我们一点都不省点数，我们绕了特别大的一圈，然后绕过来。所以呢，这颗是我们最近的人格分裂，但是它已经加了61点智慧，加61点最大的能量护盾了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天赋一路啊，跟那个环状线一样，有没有？接到最后面的这边已经快要到双朵了，这边的人格分裂会给我们91点智慧，再加91点能量护盾，超级无敌多，真的是超猛，有没有？那全部东西叠起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智慧呢就可以到达4065这么高。那我的装备当然也有很多加智慧趴数的的点数，那智慧趴数再加上这个人格分裂给的固定值的智慧之后呢，叠在一起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有点突破天际的感觉啦，好不好？那剩下的宝石呢，其实就只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剩下的宝石呢就是丰富心灵，因为丰富心灵呢会把我路过的这些敏捷啊，十点敏啊，全部都转成智慧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一颗丰富心灵哦，我这一颗丰富心灵就给了我将近，我数学不太好，150左右的智慧。那这一颗呢，其实我、哦、这颗更多，这颗给了快200，差不多200的智慧，有没有？非常非常的多。那这颗呢是力量的，这颗呢是蛮力冲撞，这颗呢就是把周围的力量点也转成智慧。整个角色的核心其实都是围绕着冰雨杖。冰雨杖的效果呢，就是它会你每十点智慧，你就会增加1%的法术伤害。那冰风暴这个技能呢，本身会因为你的智慧越高，它会叠更多的基础冰冷点伤。那个公式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反正你每十点智慧，它就会增加冰冷点伤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整个人物的概念就是要撑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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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智慧，就这样而已，相当的单纯，蛮简单的。那这支呢，人格分裂呢，因为下个版本要被 nerf 了，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这支影片就是比较偏向纪念价值啦。那天赋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们一开始，我们是选贵族，选贵族的原因呢，只是很单纯，因为贵族的起始点在正中间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让我们绕一大圈。比较好绕一点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贵族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拿到秘术的话会有免晕，那当然的话我们旋风斩也会有免晕，但是这个东西呢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额外诅咒，它各方面来说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啦。那还有一个选秘术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路过点数是加智慧的，那就也不无小补，有没有？那接下来下一个选判官，判官的话呢会让我们有奉献地面，这个东西呢可以非常有感的增加我们的累个程度，会这个天赋呢是全部贵族的天赋里面对我们来说增加伤害最高的，那他的路过点数呢也有一半的智慧，所以整体来说呢相当的不错。所以呢天赋呢我们是选秘术再加判官，当然你要选别的也可以啦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好吧？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运用到贵族的特性，因为我们的天赋是粘在一起的，我们也没有跳着点，那反而粘在一起的话呢会让我们的人格分裂的距离变短，所以也是不太好。那天赋的话呢，我们一开始就是绕这个一圈，绕一个外圈，然后拿很多敏捷。但这些敏捷，你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变成废点，因为它可以被丰富心灵这边转成智慧。那接下来呢，这边点一点点 ES， 这个 ES 其实跟没有一样，因为我们的整体 ES 来说已经太多了。那这边就是单纯的过路点，过来点智慧。那这边拿一拿，拿一拿。你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很多很多的星团珠宝洞，让你可以插更多的人格分裂，就这样子而已。这边开洞，开洞，一路上来开洞，下来这边岩柱超载很重要，下来开洞，这边也是开洞，开洞，哦，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极度聪明这个点数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两颗核心点，就是异灵之体跟灵能护体。接下来呢，开洞，开洞，开洞。好，那你就把你的全部人格分裂插进去，4000智慧跑出来，耶、，bang。那装备的部分呢，其实核心唯一必备的就是这根冰雨杖啦。那原因应该不用我再做解释吧，对不对？没冰雨杖，我们叠智慧要干嘛？是不是？那帽子呢？我们这边也是都是自己做的，全部装备每一件装备都是我们在实况上跟观众一起做的。我们在做的时候有过伤心的时光，也有过非常晒的时光。像我这个项链超级晒，我这个项链插一插一颗插出15%智慧。每15点智慧加1%伤害，我就差一颗、就出来了，真的是爽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衣服呢，差了200个一差才差成这个样子，不是很满意，但是
要再更好的话，我怕一叉都不太够用了，好不好？那其实呢，唯一你要找的属性就只有10%智慧，跟有固定智慧的话，当然也是不错。那有10%智慧的话，就是不无小补，好不好？那最重要的是，10%智慧是必备，固定智慧的话就是不无小补。那没有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用大师上，并不会差太多。趴数比较重要，帽子这边可以找到趴数智慧，衣服这边呢也可以找到趴数智慧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大师你也可以上到6%全属性，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手套这边呢，我们就是只要它是魔之只要它 ES 很高，然后它的后缀有智慧，其实就 OK 了，它并没有什么一定要的属性。那这个是比较奢侈一点，因为这个还有给几率造成胆怯，胆怯的话就是法术的10%墨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蛮奢侈的，但是可以不用用到这么好。只要它有能量护盾，其实能量护盾也不是很重要，它有很高的智慧其实就 OK 了，好吧？那腰带的话呢，巨人之环是最棒的选择，因为巨人之环呢内件它就有加15%的全属性。那再加上催化剂之后呢，可以到20%。它的上缀只要瓦过，是可以瓦出6%智慧的。那我们这个很可惜，瓦出来之后它只有加5%。那但是整体来说呢，也算是相当的不错啦，好不好？那鞋子呢，就是普通的鞋子一样，它的后缀只要有智慧就 OK 了。鞋子找不到趴数的智慧，所以你就只能找固定点的，那你就尽量找 T1 的，找 T 的越高越好。那戒指的部分呢，一样就是有智慧，剩下来的呢其实就是补抗性而已。能量护盾也不是很重要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这一个戒指是 T2 的能量护盾，但是我把它拿掉，其实我的 ES 才掉，好像是掉蛮多的，掉1100。但是说真的，因为我们的整体 ES 的量太大了，所以你其实感觉不太出来你的 ES 掉很多。而且其实有很多，有一部分 ES 是在智慧上面给的，所以我觉得固定 ES 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啦，并不会有很大很大的差距，好不好？那项链的话呢，是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部位，因为项链最好的属性呢，第一它有 14% 智慧，它还有 10% 所有属性，再加上它有每 15% 智慧加 1% 伤害的这条属性，三条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属性啊。那你三条都有的话呢，我们光这一条项链就给我们将近，哇，我拿下来之后手套掉了，所以差不多给我们将近700-800的智慧左右，超级无敌多，这条项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啦，好吧？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宝石连线的部分。冰与杖呢，你不需要把它连起来，这个就是冰与杖的特性。那我们这边呢是用旋风斩来加上引导释放来触发我们的冰与的，所以呢我们在旋风斩的过程中呢，你可以看到冰与会落在我们滑鼠指的位置。那因为旋风斩本身是可以移动的，所以呢我们会顺便往那个方向移动。那整体配在一起之后呢，我觉得玩起来是还蛮顺畅的，因为我只要右键按着不动，它就会自己把我的雨下在我的面前，然后我人也会慢慢的往那个雨前进，这样子，整体来说算是蛮顺畅的。那在旋风斩的过程中呢，你也可以按换步，所以它也可以一边滑一边转，这样子蛮方便的，好不好？旋风斩加引导石释放，当然如果你不想用旋风斩，你用别的引导技能也可以，但是效果没有旋风斩来的这么的好，好不好？那剩下的宝石呢，其实就是冰冷穿透加精准破坏，再加元素集中，最后一颗杀集中效应。集中效应呢，就是打王兽在用的，平常呢可以用命能爆发。当然你要全程用集中效应，我是绝对不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命能爆发，它会让你的一个冰雨变成1、2、3、4、5，变成五圈冰雨。那五圈冰雨呢，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实际上，怎么有个崇高石？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我觉得蛮低能的问题，像是我的硬体设备是完全跟不上这颗宝石的。我转一下给你看，我只要开转没多久之后，我的画面就会开始有点一卡一卡的，然后音效也会开始有点爆炸。所以呢，我是不太推荐你一直用密能爆发啦，或者是命能爆发还有一个很棒的点，就是你在跟别人组队的时候，你可以、去人家家里面转、很容易断线，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好，宝石连线，那剩下来呢，其实就我觉得不是太重要，比较重要的部分呢是衣服这边，漩涡加集中附加诅咒，漩涡这个技能其实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它唯一的功能呢就是它在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引导之王拔掉，才不会太累了。
它在我们转的过程中呢，我可以一边转一边按漩涡，你可以看到吗？就跟放屁一样。我们走在路上，有没有搭电梯的时候、坐捷运的时候，就可以按一下、按一下、按一下，那它就会掉一个漩涡，掉一个漩涡在地上。那这个漩涡掉下来的时候呢，它会直接触发集中附加诅咒，我们上面串的这几个诅咒，这样的话呢，会让我们就是上诅咒会上的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再加上呢，其实它刚好有一点点的耗魔，31点魔力消耗，所以呢，我们还可以再搭上密能波动这边，可以帮它，可以让我们的冰雨的伤害也可以高一点。那再加上一个寒冰刺骨呢，就是它会增加被冰缓敌人的承受冰冷伤害。这个就是不差白不差了、啊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有5连的话，你也可以不差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。就它也只有加，它会增加承受的冰冷伤害，所以那它本身的缓速其实也没有缓的很多，所以它增加的趴数也是蛮少的。所以这颗呢，只有在你就是钱太多六啊，不对，讲错了。我相信你会玩这个 build， 你一定是钱太多，好吧？那你就用个6连，把寒冰刺骨串上去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鞋子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光环串启蒙，再加憎恨，然后探测机兽跟一个清晰。当然这个清晰可以不用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开，因为我的魔力现在已经够了。那如果你要开清晰的唯一功能呢，就是你的三项珠宝可以多一条。我身上没有差三项，因为我的等级还不够。如果我可以再升三等的话，我就可以插一个三项珠宝。三项的话呢，会让我们的伤害提高非常非常的多，因为我可以找到，例如说憎恨冰川，再加上清晰，会把清晰会转 ES 的那一颗，那样的话应该是最好的。这样的话，我的 ES 是有机会可以到30000的。那手套的连线部分呢，就是我们的幻步恢复，再加密能波动，还有正火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。其实上啊，宝石连线呢，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啦，没有什么太特别的，主要就是这个上诅咒的部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部分，而且这个概念是可以运用在其他的角色身上的。任何一个只要是有点类似旋风斩啊，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我、是 BV 这种类似这类型的 build， 你都可以用漩涡来放你的诅咒。这种尤其是那种会飞车的 build， 你在一直跑、一直跑、一直跑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按一下、按一下、按一下、按一下，有没有？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可以 refresh 你的诅咒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蛮方便，而且蛮懒的，蛮快乐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其实我也不希望它太长了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在影片结束之前呢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帮他这个默哀个3秒钟。这个冰雨，这个一路好走，你陪我们度过了相当快乐的2个礼拜的时光，那我们也很感谢你。那我相信以后不会再看到你了。